感谢老板，上次舰长，谢谢。天哪！现在感谢礼物也太敷衍了，都不感谢具体是哪个老板。哼！我的天哪！我的。 坏了，没关麦，嘿嘿嘿，不好意思，<笑>坏了，坏了，坏了呀！怎么说这盘？我觉得可以降落在这里。好嘞，感觉 KB 应该适应了这个局的啊，和我们的水平了，应该知道咱们俩现在几斤几两了。 我靠，白哥，你这样玩幻象啊！天哪！我幻象太强了，你看我给你来个使用诱饵，你看强不强？哦，真帅！哇，天啊，这么厉害！我还能再使用，你看看。强啊！一看就是我们这一大军，别人根本就不敢来。啊！威慑力十足啊！我上次把队友都骗了。 不是，凯斯，你为什么老跟我走一起？我真吐了！上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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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头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上头？因为有个人老是站我边上，每一局游戏他都在我边上。你别这么说，到时候 KB 不跟你玩了。45秒，安全区图像。我也不是说他，真行啊。 咱们往里边搜吗？往碉堡里搜吗？大家都注意点，离安全区不算远，我们还剩30秒。再快点，再快点，再快点！这里有进化护盾，等级二。注意，出现了新的击杀王。这里是击杀王，朋友，发现对方，等级二。 搜不着甲呢，找到个加长能量弹匣，等级4，我要去趟找战利品，做好运。正在运送补给舱。我看补给舱来了。白哥，你路过为什么不把钱点一点啊？ 没看见啊！召唤乌有，派出了一个异化，我为咱们找到了材料，发现一个急用配件，涡轮增压器，正在这里制造，坚持住。 这把要吃了，我很认真，兄弟们，这把我巨认真，超认真。好，这把很难不吃。我正在制造。来个密码啊！怎么说？ 路上可能会有信号，随便查一下就行。走这边吧。
我们的目标是机场王，请你把我们的目标定在机场王。正在派出诱饵，发现目标，护人去。没人啊，这是杀分给的人。边上右边，哦，跳了跳了，是时候干一架了。我觉得这里需要更多的我。天哪，我们打赢了，看来那是最后一个人。杀得漂亮，伙计。这里有小型护盾电池。注意，出现新的机杀王。新的机杀王，给我药包，我们有药包了。第二回合，安全区倒计时开始。我在治疗自己。已经在下，我正在疗伤。那我对你真的很失望。正在运送复制器。我也没有。这里有复制器，正在降落。这里可能有好东西。哎。干掉敌人了，装填弹药。傻瓜才会上当。愚者来救场了，再扔跳板。正在给我的敌人的敌人的护盾，装填弹药。上当了。我都死了吗？我正在给自己治疗。稍等，治疗一下。去哪边？去那边吧，打的那边。只要你想啊，只要你想。打架嘛，打呀，走呀！我的天哪，我就这。有人开枪！哎呀，我脸上！坏了。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干了！打架吗？打死了！哈哈哈！KS 你障碍还没我高呢，你可真行。那说明你进步了呀！哎，为什么？值得高兴。哦，这队可能也是去劝别人的吧？他正好。